当我有了名，有人抱着钱找上门，天天催着我的稿子的时候，说实在的，我就迷失了，我就忘掉了自己曾经对自己的告诫，失去了坐船去伦敦的那种耐心。说实在的，当你可以顺流而下的时候，大部分人不会去逆流而上。这就是人，人本身是有重力的，欲望就是最大的自重。你在这种自重的惯性下，在这个时代面前，你的自重很容易让你顺流而下，而不是逆流而上。